届叶斯卡国漫女神颁奖典礼，本次获得提名的女神有燕灵姬，来自百越的神秘女子，号称最妖艳反派；赵思密，阴阳家五大长老之一，神秘面纱的背后隐藏着天仙般的面容；小五，史莱克七怪之一，由十万年魂兽重修化形成人，外号柔骨媚兔。涂山红红作为狐妖之王，气质清雅霸气，颇有王者领袖的气质和风范。月老师，她可爱、美丽、优秀、完美，被世人称为最快的女人。你们认为谁是国漫第一女神？快去评论区投票吧！